声音哦，不止在我们的歌台，我觉得你的这种声音哦，应该在夜店、啪啪、迪斯科唱，真的，因为你的声音有一点很，其实不是的，对的，不是吗？你在马来西亚是也是歌台吗？没有，在哪里唱？宴会上啊，宴会啦，那歌台没唱，没有，连人家少比较少。